心有转清，咱得了先天意呀。这是含着咱在世间倒转的这个心位呀。这是接着咱原来迄个气场能通，拢是原能、原善、原动啊，这条灵性。是咱个人的本心，转转来啊，顺这个天命，咱道家是照着源头，这个无证，顺家献心，得通的啊，咱才会当清楚，咱家己的元神出现伫这个道场。是当下处着这个元性啊，这就是咱的元素、元真。咱才有这口气来显现无形界伊的本能啊。这是咱道化，今仔我只有讲正法的心，增长啊，咱个人的慧根，是咱自在。这个灵性，脑心中啊，拍开，直通咱原来本性质，是找到先天的法性，无形伊爱咱出定，咱照原天这点灵气，出定就是禅定，合一。是咱归落来现主持的本性，咱必照照的这种真灵，显露是正法心，传落顺家是先天意，无形落家是天性，个人是无所求，无心无想无法无妄念。这只有用先天的法，大自然，予咱生起生成出家，这是上直接塞入来。伫咱即马心腔啊，大空气中，咱只有照着咱的原脉、原能，这就是咱现主持的财宝，是咱有这点。灵源的灵气得到先天的真传，上苍伊的天意，使咱增加发这条心，拢是空的。阁有光，这点灵性，这个丹道，是咱这个金丹大道啊，结成着咱的法体。是咱照着先天的真意，行出着无形这条心，这是最基呀！你走这条路好通，这毋是咧练气功，啊是咧练功。你即马这个金花、金丹，是咱照着先天这个真意，毋是咱刻意要甲练呢。这是咱的发心，一个人发心才有力啦。啊，你若刻意要练的，是有限的力，不是无力。是以这点灵性，咱要找出着原来无欲无束的，啊，这才是咱无压力的。大自然嘛，伊是顺着这个规律的。伊是有顺序的。今仔我照着天意，啊，就是这个电波，这个气场，现咱清净这个脑神，在咱即马咧讲话出去当中，咱会当知影，这是阿母阿叔的，毋是我平常时的色心，这是我专心入定。
出家这个无形的力为作神，上中的灵气，咱来知影通灵这个秘义呀，是咱灌入到先天这个气场，咱才有金宝降力呀的现场，导咱清净一条心，显露啊咱的意。今咱就是要知影这个道理。咱讲到上先天金宝，金宝就出定。伊这条灵，伊这个气，就甲咱相接相通。通灵是这个意义啊，那敢若亲像一张白纸嘞，无污染，其中连污痕嘛无。咱的脑神经就上惊去接到，转去。安尼，伫伊倒位啊，有障碍。这就是咱通灵的话意义啊。伫世间，咱活的，甲以后这条魂嘛是活用的，活灵灵的，唔是诅咒，唔是死过的，唔是硬冰冰的，是咱有稳定这个天界，是咱顺着母娘的原来啊，一粒正天的灵气。咱再来讲顺家。上苍啊，原来就是如来，如本如天，伊所来，伫即马咧用，用好咱来倒转去，亲像天的原来，咱来恢复本性如此，这就是如如啦，如来如此。如来如此，那个根本啊，这个性都无颠倒啊，迄就是实性，迄就是佛道啊做啊，是咱一点灵源的灵性，归咱度化的清净啊。即马咱拢是虚像、虚空，内底无空，用了伊就搁空。再空，非空即空，则是咱的大空，是咱即马咧受训练嘛，咧受着接受这个严苛，拢是靠咱这个心，你的量有几趴深度，咱人爱有度量，所以讲今仔日咱要讲到正法正理的心嘛。度量伊在生啊，这个度就是咱即马讲个做坎啊、地啊，伊在生万物啦、啊，化咱人的心共一动，是元天一点子，是咱走入着正团啊，无形这个天意，只有顺咱的脑神啊，归天。是咱即马咧讲课，咱规身人照着即个地气，入来咱即个丹田、下丹、中丹，直接过滤，输入来到你即马即个头壳顶，安尼才会当放，放老母娘啊，即个空气，风吹啊，生出着即马即个声音，定咱现主是宗旨。就是母娘在讲的意思，这是带咱先天的气质，入定啊，咱后天的报告，真理顺加应如神，转咱度化现世明，在咱这个身躯，伊在滚，在洗，会顺呢？这毋是乱跳的，敢像落咧跳电安尼，夹咪有电，夹咪无电。过去咱去大陆就知影，一礼拜有当时啊停电两摆，所以家己爱有发电机。做机就是爱有发电机啊，二四点钟拢足足啊。是以正觉这个灵气，
锻炼有够，咱的心神落来清净，一点愧，咱爱度化咱的心，恢复是一点灵性，爱咱转的是天命，拢是顺甲咱的稳定，即阵心意。咱再来讲顺着母娘的心意，这是咱转来清净这条心，增加这个灵气，转咱见母这条心神，无形伊的显明，咱才有转入来这么啊清。修行是修咱家己知影。这条道路要安怎修通啊？咱这个电波要安怎融合啊？这才是咱的本源啊！最主要就是咱即马这个心感，就是咱的感觉，就是咱的个体个性，拢是顺着这个天理，拢是大虚空这个能量场。这就是咱的原生地啊，原动力啊，原能所出的这个所在啊。咱拢要归原本啊，原本就是头，就是母啊，就是上大生的啊。咱叫做先天以前，是咱顺家一点地，要把这个无形啊抓定。在咱这个身躯，这个小周身，来通着咱现主时的重点、重要性，拢是顺着正法来练成，着咱身躯的要点、要领。这是阿母啊教我的步数，我甲大家分享的，上苍的灵性。转咱顺家是天，天是清的啊！咱要学母娘的功夫，心就要清悠悠。你免听一寡讲通灵的，然后一寡无形事意外有无？要找物件，啊，就叫通灵的来找有无？啊，就找有无？迄是时阵要照你的话。照你的意来讲，但是你袂当执着伫这个进门的功夫，啊，你的心就有阻挡啊。通灵就是白白白，互你会当自由飞翔，互你即卖会当修通阿母啊，这个原则是咱顺家一点理，要行向正觉这条神。神本来就藏影伊啊，伊是有所命令。咱所以讲凡世间甲天顶的重要性，爱你报告，爱你来和解，爱你做个工课，安尼神伊才有现主时所有的消息来甲你解疑，互你知影这个消息，互你安怎做。命令你对这个方向，你做了这个目标去完成你过去的完亲完亲祭祖，是咱不爱阁有欠少啦。啊，你这个灵则无压无杂无阻无动啊，你才会当将着这个气通到咱的元气，是咱顺着一点理。要来行出着先天的意思，今仔咱只有明着咱家己呀，向着上悬老母阿遮，清净落家是天意，转落无形界是落心。伫咱即马咧讲课，咱甲老母这条灵线灵脉是关条条的，过条条的观自在啊！咱的心不爱搁乌白想啊，是咱
即马即个讲道即个时阵啊，你要成道嘛？因为咱所有学道，就是咱即个心嘛，爱亲像天，甲老母相共，即个知识嘛，即个宗旨嘛，是咱恢复正法的灵性。一世人就是要通到位，无形平等。你来到这，大家拢平等啊，这个心态拢相共啊啦，这个心就无第二心啊。所以讲过去，咱咧读佛册，众生你的心若清啊，你立刻就成佛啦。你如果佛啦，这个心若无清啊，你也是众生体。啊，都佛啦，啊，要怎会当讲佛果？无这个心，家己自放的佛啦，唔是别人，唔是天顶甲你放的佛啦，是咱咧知影人啊，会变鬼六怪，咱无爱有鬼怪迄个心态啦，只有惊正定念念，只有惊正神正派正义。顺着清净的天理啊，母娘伊咧教咱实心这个内团呐，甲咱代代祖师爷有无？要让你做祖师啊，迄种密语密团呐，是咱恢复天元的灵性，教你转的清净灵的天意。使咱回母顺天，灵源若照实际，爱咱归落来，遮尔啊清净，是咱回到无形性，是你转倒转来先天时，灵源恢复正天性，爱咱转达无形性，是咱一点灵源的灵气。这点顺家的心，咱再来讲回报这么啊精，这是咱转来天意的灵性，落地稳定咱的天灵，无形的本意是主宰这点灵性，是咱来讲着回报这么啊清。今咱只有讲心清哦。心清就是无挂碍、无麻烦，你的心未杂乱，这就是咱要倒转来原来迄个心嘛，会单纯。所以无极就是太极啊，本来就无分啊，归一嘛，是咱这点灵源的天。咱再来讲顺家。一条正理的心，天元是领天气，落来行回上天神，这点则是咱的本性，恢复天意顺天定，灵山普照降临，回落母娘一点理呀，传达先天上见呀。灵源灵性归天神，度化世间道明，一点灵光现世界，点醒在世传神，灵魂归落的灵性，转达上苍一条心，将咱法界无形气，人生主宰上天性，灵源本意是天理。传达金宝是道心，有咱一条正法正理，传达着咱的顺家无娘性，显露是这条清界，转咱顺定是咱的本性，法在上苍有天意，度咱见缘无娘心，转咱道家现世行，顺着无义这点家。
现咱顺头无行政，这是咱见宝啊的灵性，落地在世间这条本性，咱回转原性，这是直观哦，直杀起来咱的店铺，无阻无挡，是咱清楚这个头壳，恢复咱的原性。不应该通，这是伊心内这条魂通到转来母娘的心内底，是咱直通原来母娘的内脏。咱才有这点灵气，抓定着这世人咱的修，是咱今仔日要修入正道。开发着老母啊，予咱的真理店铺，拢是顺家这个天性，拢是肉算算。这尊神归咱的本源本意，人庙归这个庄园，这是直杀。我爱是真理的天性。一秒钟，我人秒清界啦，是咱速速啊！这才是咱讲的天意啦。咱有宝啊，一点灵性，这是咱转来清净啊，是无形一点理，转咱度化灵机啊。灵天互转正天命，道来现世转会行，青天无上教你转咱定法一条心，恢复通法一点教，现咱转来自具明，现世转开元天神，普化整个咱的灵性啊！是咱一点正法界，是咱同生先天来，无形毁了资源性，爱咱度化金宝清，是咱主宰这个灵性，是咱搁再复原天命。老母啊，一点气落灵来，转过着我规身躯正神采，是咱一点灵气。抓定咱这个心发光，咱才有法界这点灵性。世间啊，行的是顺利。咱讲的话，这个神当沾这个喜气，这就是咱回到正法正天性，得采金表这个元神出家，拢是真传。这个灵性，咱才会当归元无形这条元心，顺着正法这点灵性大气空，咱的心平，顺加应天果，开元转正上天道。修行就是爱来到这个平等、公平、公正的心。这就是咱的元神啊！你关条条，献出着这个光，这个光，这是咱的顺着无义，咱的俗气啊，咱的俗性啊，是慢慢归着咱即马母娘啊，这个元神啊，这才会当主观观现阿母啊这条神。照耀我内定，这个电波原性，拢是这个性质在沟通，咱才会当融合。这就是咱转的天理，不应该合作伙这条绳，是元天本灵性，是咧转到先天命。我即马照母啊，我解释啊。顺着正天元神转到无形定灵，
安定才是咱的天意，观定咱的心。随着通灵这点意，我只有恢复这条灵机，灵魂落架照天子，上苍落架照顺天，无形注定现世界，度化安定咱自在。是咱一条正法正天神，是咱道家正天。母娘开元一点意，如来顺驾通天，一点灵光现世缘，转咱的心如明。青天搁再福天神，转咱一点灵性，活伫现代咱的心清，归着原天本意。做主顺驾咱的心，是咱原始这点气，是咱心腔如神，灵源自在的天性，教咱恢复天灵，顺着这点灵气，现咱落驾顺天，一点灵光，一点性，安住转咱无形境，这是咱兑现。的灵气落伫一点顺天，灵源脑照天意，金宝啊教咱落心，这点则是咱的天源。阿宝啊来讲，则是咱的心转的。今仔我转，就是敢若亲像要转的，啊无咱毋免转啊，嘛毋免滚啊，嘛毋免洗啊，是咱回心啦，回光啦。回向啦，用着这个福报，回向着咱这个生命，来练成着咱即马这个体果。今咱爱是这粒真果啊，圆圆圆、红点点、光闪闪的啊，这才是咱今仔讲的做圆融。世间重视的就是这个结果啊，结论啊，盖棺论定啊。这就是咱回到的天性啦！一世人，你的宗旨呀，你甲这是定型啊啦！这个棺材若无砍的时阵，有无？咱好歹拢啊，当会当论，会当做啦。但是砍的有无？就甲这一旨啊咯。今咱咧拼，就是拼行这条路的头啦。这条路是伫倒？身躯内底，咱这个脑中心，你的接触的触碰，这就是敢那亲像咱无形这个电路啦，手机也相通啦，直接甲美国买通，通就是速度这么紧啦，所以你甲设定好无，啊你就。动到咱即马通的路啊，无形伊是无动，则袂受到干扰。是咱这点灵气、精神的发挥啊，灵源归到正天命，传来落架顺天理，应咱顺着母娘气，灵源显露是正天神，落来顺架是表意。转咱归元路径，顺咱通法这条心，这个讲，咱会当顺的一直行，心真清凉，因为这是电力煞，自然顺着这个轨道一直行的，咱免用着脑神经来解说。啊，你若一句一句要搁解说有无？伤咱的心，所以讲，我若劳心。这个路来，我就要较少啊，因为我就会当照母娘安尼做啊，啊，我嘛退休人啊，所以讲我只是用劳心，这个路来我要减少啊，是咱用直通的啦，要讲先天母娘这个话较简单啦，啊，你若要解说白话有无？爱伤着你的头壳，这种频率啦。所以说今天我可以用这样的表现，
就是要咱大家知影修行通灵的程度，你莫浸伫遐，顺着真源现世界，运转正理顺自在，归咱落家一点气，现露清净这条心。真侪人来拜访，真侪人来谈道，伊就是爱我即马讲开。这个电波的作用啊，这是因母未清楚的嘛。顺家这个灵气，抓定凡世间的心，咱有随着清净这个天，咱再来讲顺家母娘的心。经验若无到这，你就无这个人来开破咱灵界伊的坎障。所以讲，你若无去拄到惊有出来的人，甲你讲，你永远是浸伫这个空马卡边，唔知要阁前进啊。是原来一点子，是咱生活先天意，顺着正法的灵性，爱咱恢复清净，是咱原天本意。是咱见无道心，真愿天意出天空，落来身家无牛意，回出着清界咱的心白，灵魂果然顺得在，开垦度化世间心，灵源灵性归天理，拍通个人身躯这个真气。拢是主宰这个天性，拢是见缘这个无心，导咱正法正天理，拍通原来一条心，无形的天意，是咱高缘落尽，顺着正理正缘，予咱见无心团，灵源恢复正天意。会得无牛顺天理，上苍有咱遮法界，生出着咱世间真理来，无形安住是天意，归咱这粒果清净，是咱开源先天的本性，直转咱这粒果性，咱有原天本意。是这粒果成果团圆，灵源恢复天元性，全然无娘定天性，灵源灵性是正天界，回咱无形最次啊！天有元天灵性，神有本源合体，全然归到现世性，度咱全家。照无心，灵源带有先天理，我回转无形一条心，这是咱清净的天意，是咱这粒果团圆，真理无形回得来，道灵见源最主，先天无上教导性，开源转过心如明。一点正理，一点义，洗开咱在世这个心气，灵魂有照天性，阿婆啊有照高性，这粒天元是天理，咱来转的，转就是你摇来摇去，哪来哪去，切来切去，这样活，这就是咱落来青天的本性，即马咱身躯。靠着咱的中气，靠着咱即马这个巴肚，咱的人脉，甲咱后壁两骨，所以讲这是多脉，咱的内气咧塞，人多咧甲咱扶持，咱才有法度这个中气出界，拢是这个气咧旋转，咧当势，咱才会当感觉这么灵敏。一世，我这个心倒转来原来，阿婆啊，这个心。
真理显明是天意，虚空转达是道心。咱爱是顺家，这个灵性显露清净，这尊神是咱无形，这个天意是咱转露清净，这条心拢是稳定一点滴，显明道家这条心。母娘教咱的是一段一段，一句一句，一字一字的进步，毋是咱即卖咧讲的有德国人，或者魏立贤、甲荣格，因咧讲的即个金丹大道啦。迄咱的道册都有啊，但是道册你爱去解，伊即卖咧讲的是外丹，还是内丹，还是内外欠？咱要通甲原来无丹，即就是咱咧讲的灵性啦。个人体会这种灵感的产生啦，修持就是咧修到无啊，无心无胆无缘啊，无法啊，正理是临场来，敢若亲像咱即马春天、甲夏天交土的时阵，你来甲过讲即马九点二十分，你二十一分就夏天啊，因为交土交过啊。从春夏秋冬，咱才有四季土、抽、神、秘术，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显明咱道家的顺序，应咱顺家显世明，转咱规划道清，是咱即马心的控制，是咱这个土伊的归清净。无生，这是咱休困的时阵，要养成以后，咱这个心永远是清流清净的。这就是咱的开困，这就是你定会调、收会调。咱孔子讲叫做知先为中，这个先呐、啊，你一定要安尼做，莫停止，是咱这个善心。是咱的善良，是咱的智慧啦。现咱清净如法界，生出着无形普心神。今咱讲的是天理，咱爱，咱人爱，拢是上这个讲台。神啊，是要上着这个莲花台，安尼才有表现。你走现主席徛官官，狮子座坐伫顶官，迄、那个含咧教育咱只后下，用着你的真心分品，予咱只个当修的有够品格，有够水准的，大家耳孔也来听。这是心内底耳孔，是咱以一点灵性。回入来，咱的本心，这是上苍的灵气，转过着这么清净，是咱无形正法心，是咱转入着通天。咱当修，拢是要修通啊！这条灵，咱会当见到无缘啊！但是你奈伫中间伫遐盘旋，你这个门。飞袂入的，世间讲叫做南天北天啊，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啊。咱即处入个家己，就是开南天北天的门啊，是咱会当讲的天理，是咱以心灵转正啊。南天就是咱悟空啊，北天就是二龙神啊。一个讲遮天大圣，一个讲真武大帝，是原来一点子，是火水啊，同法，水火同源啦，合作火啦，啊，咱才用有够啦，这新鲜活佛才会当受到温暖啦。
今日无火就煮无物件，今日无水就嘴焦死啊！是咱这点灵源灵性，归咱大虚空这尊神，显露正法是灵气，转咱道家是心啊！这是咱的灵性，要活在正当这尊神明，这则是来讲到天理的法界。最坏动员，咱所有的灵脉，咱的灵主，咱的灵魂，在伫这个环境活甲自由自在，这就是咱开盘，要咱这个灵、这个神、这个心，有法度一个所在来训练受教育，是这个用意。你会当入心门啦。你才能够说到无形界啦，不然我们人都是在那走来走去在看戏而已嘛。是原来这个本意，是我们要认定我们现主是这个周围，定愿道家是天意，转到平静才是最基。一个人你要开垦天地法，进入到我们的心平和啊，你一定要有先天。其实我们在说，我们不要后知后觉啦，不要不知不觉啦，就比别人走到头前啦。这种觉体，这种觉敏，是我们这个明觉，我们才有这么顺意，照着天，你走的谁会开，这就是普照啊。是咱原来这个天意，大自然就是普啊，照就是现主是这个环境啊，予咱带会舒服温暖感。你若无开，有诶讲这好，有诶讲歹啦，无一个标准。是咱顺家这个灵性，是咱拍开通灵这个线路，真理恢复。是天意，转落母娘是顺天，灵源灵性归天元，落来转则是母心，显明顺家应路径，开源转过是先天，无形主宰是天意，掠定度化家己，现世转开正天性，开源转咱顺天行。虽然家己信家己啦，但是这个电波是有弱的、有强的。你的心要安怎为准，这才是上重要。你袂当讲，即马电来，你就一直用，用到上悬啦，物极必反啦。咱即马讲，这个来到上弱啊，你若要搁涨起来喎。阿嬷，你从第一咬开始摔下来是愈吃辣，所以讲，咱道德经讲，这个工的啊，容易修正。咱讲加工有无？那看到加工来无，头就举起来，马尾就撑起来，死啦就顶落啊，就要冤家有无？啊，那家母真温顺有无？伊就是平和有无？低心下气有无？甲咱同款的有无？天下气有无？就讲，咱的山啊，迄个水啊，拢伫伫下啊，有无？山沟啦，哦，啊，咱这个山溪，啊，你后走，咱即马讲山河啊，哦，这个溪河啊，啊，溪河若有水，你才会当落大海啊，啊，你才会当永远有水啊。但是溪有当时也无水啊，河有当时嘛也无水啊。咱去年你就知影讲，搁较大个窟窿无，伊外潭。哎，水加高价都拢出来啊，连一丝丝水都无，是咱爱低心下气啦。咱才会当永远水源源，伫咱这个山沟山窟，永远袂死迄个精神。顺咱一点地呀，转咱顺家落神。今日是母娘咧开始啦，若我出去甲别人咧对有无？我就伫内定咧讲，
你功夫拢比我较好，我叫你老师。咱只要讲屈较低有无？会当敢若亲像人师有无？咱就无后壁有迄个艰苦啦。所以这是《道德经》内底啊28章伊所写的，是咱用着这点灵气，要转着清界，咱的心白。人缘显露是正天性，开源转露是先天性。无形现咱一点气，来到清净，咱的心发射着无形界，咱的天意射开着咱瞬间这个无形。好啊！
啊啊啊哦哦啊啊啊哦啊哦啊哦啊咿耶嘞嘿嘞哦啊咿耶嘞嘿嘞哦啊咿啦哦哦啊咿耶嘞嘿嘞哦哦啊咿呀哦咿哦哦啊啊哦哦啊啊啊哦啊咿呀哦咿嘿啦哦啊咿耶嘞嘿嘞哦啊咿耶嘿嘿啦哦啊咿耶啦哦啊咿耶嘿嘿啦哦啊咿耶嘞嘿嘞哦哦啊咿耶嘞啊哦耶哦哦耶耶啊啊啊耶哎啦哦啊啊啊哎啦哦啊咿耶啦咿耶嘞嘿。哎呀哦哎呀嘞嘞哦哎呀嘞啊哦哎哦哦哦啊啊啊啊啊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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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